反派扑杀五要素：一、旋转拍头获得力量加速度；二、左右手抬起，保持平衡；三、大拇指再小些了，掌心空虎口空；四、手指由松到紧，五、双腿下压，保持平衡。反派抽球怎么练？两招教会你。第一招，弹力片辅助；第二招，原地挥拍训练。双打接杀挑球，三种训练方法：第一种，弹力片辅助；第二种，原地挥拍；第三种，半场接杀挑球。反拍接杀挑球拨拍法，建议大拇指在宽面，拨拍靠上，虎口空，掌心空。我们慢动作看一下接杀挑球的挥拍动作，你学会了吗？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